远警破门攻坚，逮到嫌犯，他还大声反呛，真的很夸张。监视器清楚拍下，二月下旬，他在马家乡的杂货店东张西望，手上还拿着一把 BB 弹玩具枪。见四下无人，他闯进店里要行抢，没抢成，短短六七秒的时间就冲了出来。他是进来了两趟，买一个饮料，十块钱的饮料，第三趟进来就直接拿那个枪打我先生，那个刚租的 BB 枪，打了这边五个，他好没打到眼睛。他那玩具 BB 枪连射好几次，打伤了老板的脸，还好伤势轻微，但老板很生气。我们这边有那个什么棒子嘛，我现在就准备要拿那个给息，要打他，看到他看我先。拿了给戏他就赶快跑掉了。虽然钱没抢成，但在淳朴的乡间行抢引起恐慌，警方立刻组专案小组过滤监视器追查，发现嫌犯是骑乘悬挂失窃车牌的机车逃逸。全案讯后，将依强盗窃盗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，并建请羁押。警方追查，年仅26岁的嫌犯经常骑机车四处闲晃，已经在万峦地区犯下多件车内财物窃案。怕被追缉，他都在预备翻案前才更换偷来的机车车牌。没想到闯偏僻乡间的杂货店行抢没成功，一样被逮送办。TVBS 新闻叶凤达，屏东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